欢迎收看《妈妈好神》。妈妈与全身一直都像怀孕中。生完小孩之后啊，突然有一个老伯伯就这样一直站在我面前，这样一直看我，然后一直这样打量我，很大声就说：“你怎么那么快又生第二个？”像你们一年的，可能有肚子还是大的，你一直有那么多的油，你知道吗？你的血液当中，你的脂肪一直很高，代表你全身60兆个细胞通通泡在油水当中，哎，泡久以后，你那个细胞膜都变性了，你知道吗？如影随形的妈妈肥，让妈妈痛苦又难受。今天请到六位好神妈妈，探讨妈妈都有的相同困扰，到底妈妈肥怎么来的，又该如何避免？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所以大家有觉得下盘有这个？有人嫌过，或者你自己照镜子自己嫌自己过吗？有，一定有。等一下，你们这些人哦，我们转电视转来这一台，都会觉得你们是来骗通告的。对啊，但是越进来越多。你这样，佩君，你大声说。对，只有我可以懂。我很亲民，对不对？都觉得最喜欢我。没有，我觉得我生完小孩之后，就会觉得真的是下盆，尤其是骨盆的地方，就是下盘整个就是大走中。然后有一次我就背我女儿去逛街，因为很久没有逛街，然后就看到那种我生产前一定会穿的那种牛仔裤，我一看就想说这件裤子写着我的名字，我一定要带它回家，然后就要试穿。然后我想说，就是以前就是稍微扭一下，然后吸个气，你就可以穿起来了嘛。然后我就要硬拉起来的时候呢，哎呀我。尴尬的事情就来了，你就听到啪一声。Oh my god！ 我不会真的把它穿破了吧？而且还没买，对不对？还没买就穿下去，它就真的裂了。然后因为我那天穿洋装，所以我就拉着，然后我就把我女儿再背起来，然后我就走出来，就跟店员说：“哎，竟然可以耶，这件弹性真的蛮不错。”所以你根本，所以你的意思说，你根本连脱都没有办法脱，就把它穿在洋装里头就对了。因为我不可能脱下来，脱下来会被她发现我的裤子破了。你聪明，我说可以耶，那我直接穿着好了，因为我觉得再脱有点麻烦。然后我就说我直接穿着，这件多少钱这样子？然后我就把它买回家，回家之后我就把那件裤子脱了，就丢在床上，然后我就不太想再去看它。然后结果我老公回来的时候啊，我就在床上说：“老婆，因为那吊牌还在嘛。”他说：“这件裤子破了，你不知道吗？”然后我都不想讲话，我内心只想跟他讲说：“你给我闭嘴。”可是佩姬姐告诉你，这种声音听久了也就习惯了。然后你眼皮一紧就急，变变变，你还是太凶。对不起，我觉得太小了。不然这样子，我家都很多不能穿的衣服啊，对不对？艾瑞斯嘞，像我啊，因为我身高比较高，所以我一直都是那种骨盆很宽，然后就是大腿很细的人。然后因为我为了要让大家就是觉得我下半身看起来是瘦的，我可不可以也看一下你骨盆？就是我的这边的整体也是宽一点，因为其他人都是瘦，所以他的骨盆算是对，我其他肚子不凸啊，肚子这样小。对，我其他地方是瘦，所以我一定要穿很合，这样我大腿才会看起来很瘦。然后每次店员就说就是阻止我，都会觉得不管我就是要硬买很紧的。就有一次也是要跟我老公出去约会，因为久违的约会，我想说哇塞，我要你知道打扮一下、啊、这样。就一到餐厅，然后旁边有两个女生，然后在窃窃私语看着我，然后我心里面想说哦，是不是太正了？就没有，人家后来跑来很尴尬跟我说：“小姐，你知道你的那个屁股后面有裂开吗？我的裤子裂开了。”对，我真的超傻眼的。然后我当下就饭也不想吃，我就立刻叫我老公把他的衬衫脱下来让我绑，然后我们两个立马冲去买裤子。然后路上我老公居然还跟我讲说：“你屁股大，你为什么要穿这么紧的裤子？”签了，签了，对。气死我！然后就那天更倒霉的是，朋友还在下面说：“哎，你们那个怎么后来都没有再放照片啦？那我怎么跟人家讲说我的裤子破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好好吃饭，真的超傻眼的。”这个还蛮糗的，对啊。为什么我们真的妈妈的下盘容易那么大？你知道怀孕到第三期的时候子宫会很大，对不对？对。你知道我们下盘哦，那个血液要回流，要经过下腔静脉，但是你子宫压住以后，你知道吗？那个血液回流就不好了，所以你的下盘容易肿胀。这个很多妈妈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跟你们女生有关系，像男生，你看，像聪明，他就不会有产后肥胖的问题。我就是肥胖，他就为什么？哎，等一下，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个？不是开玩笑 ，no， 不是。哎，很多爸爸也有产后肥胖的问题，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妈妈的月子餐都丢给老公吃啊。是啊，那这是题外话。第三个跟什么？跟遗传有关，跟遗传有关。所以，哎，那台湾有一句话可以讲吗？对，可以。你知道吗？
哎，种田爱耕好田地，娶新娘爱耕好娘嘞，有听过吗？哦，对，就是要看妈妈的体质。妈妈嘞，对，就说其实看你妈妈的样子，大概就是让你以后老了，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哦、所以跟遗传有关。所以有的人说妈妈很胖，大概哦，你也比较容易发胖。我就是遗传到我妈妈的身材，我妈也是那种年轻很瘦，嗯，哦，就像我现在一样，然后生完以后屁股变超大，嗯，所以结果我生完小孩的时候也是一样。壁虎变得很大，就是完全遗传到他，很可怕。然后我朋友还跟我开玩笑说：“哎，你这样台风天来啊，应该就吹不走你吧。”然后因为屁股变大，所以都会穿比较宽松的衣服。嗯，对。但是因为我们以前生之前都会喜欢穿一些正寒的衣服啊，对不对？然后看起来就很瘦，所以我就硬要去正寒店买衣服。然后不夸张，我整个下午都在更衣间崩溃，我换了好几件衣服，没有一件穿得下。那店员就很委婉的告诉我，嗯，这些衣服好像都不适合你，我们下个月有进大尺码。哎呀，还特别强调大尺码，你要不要再来试试看？啊，对啊。然后我老公现在看着我背影，尤其是背影，他说，哦，你妈妈的背影越来越小。遗传，一起打老公，一起打老公。其实我最近迷上一个女明星，就是那个 Gal Gadot， 这怎么好意思？那个 Wonder Woman， 就是那个神力女超人。她拍完以后生完小孩，然后最近上节目，然后你就看到她其实屁股也不小，可是她看起来就很有均匀，好像就是很健美的样子。所以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姿势，就是台湾比较没有像她这么常运动，因为她练她那个拍戏，她还要练飞踢什么的。所以感觉是有一些运动可以让我们，就是虽然下盘变大，但是也是很漂亮大。那运动是有啦，那其实我跟平常这些东西有跟平常生活上坐姿啊或者其他姿势都有关系的。你看很多人会这样，因为很多女生会喜欢她在看电视这样。对，我现在也是。对，你不要小看这样的动作，你这样动作其实就很容易让下盘肥大。真的？会啊，就是会这样子啊，就是会这样子啊，因为它尤其是你骨盆已经完全都已经走位，已经变的样子嘛。然后就是还有一般人女生会喜欢内八。内八，对不对？会内八，然后臀部就会下垂。因为我怕外八不好看啊。没有，我跟你讲，内八跟外八都会影响臀部，都会下垂。太假了。都会下垂的。好可怕。我们常常讲说，譬如说你当你打屁股夹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屁股夹紧，你后面放一个名片，那个名片如果你夹得住，完蛋，就是你屁股下垂。哦，下面是夹不住的，对，对，就是夹这个所谓的微笑线。哦，对，这个地方。所以其实你要做的是跟你平常养成的生活习惯就已经有关系。像我们刚才看，我们几乎男生女生大概都会这样。到底做应该怎么做？就是像这样做。其实我们说实在的，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你不要做那种所谓的办公室里，如果你的椅子是有板，像比较硬的板凳那种型的，你不要坐满它。你坐满它，整个臀部就。大腿跟臀部都压在那上面，就是平贴在那边，整块肉就在那平摆在那个地方。对，所以你可能会找一个软垫着，让垫在你的屁股上面，但是不要坐满，不要坐满。那尽可能维持你自己良好的姿势啊，这是一定的啦。那只是如果当你要去做这些换脚，然后脚抬腿换这边，然后这边抬腿换那边，两边互换一下，可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可以带你做一下。好，高老师，但是在你动一动之前，我就有人不合格。你身材好成这样，你来这里干嘛？对，不是不是，我跟你讲，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你看他的小腹，今天你这样没有？我以前真的是属于那种胖胖，然后下半身会有图为证吗？有图为证，有图有图。我高中的外号叫做坦克，你知道为什么？哇！这是我没有怀孕的。叫坦克，因为你知道高中不是都有那种就是桌子一排一排吗？然后有一次我急着要回去拿东西，我就这样走，然后结果那个桌子就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就被我撞歪。然后我们班男生就开始，哦，坦克来了，对。然后我从此以后我的外号就叫坦克。然后你知道吗，各位观众，大家都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花了多少年？我想哎，他大概花了从高中到现在。对，然后就是可能做一些运动，然后我还有做，就是在上网找到一个就是骨盆健康操。那你可以先教教我们吗？对呀，先教大家。他还要绑腿，还要绑腿。对，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其实是可以建议你可以绑腿睡觉。因为你对，听说有人这样绑腿睡觉就瘦了四寸，臀部。我要买。对，因为它这个绑腿就是纠正你的那个平常坐姿。哎，你这个要去哪里买啊？猜这个。
这个其实在网络带吗？对，网络上就有卖了。你就找什么？你就找绑腿带就可以绑腿带。绑腿带。对，然后你会发现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倡导。对，然后你可以直接就这样绑着睡觉。所以膝盖绑两条，然后脚踝的地方绑一条。对，膝盖上面跟膝盖下面各绑一条，然后脚踝这边绑一条。是。然后他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这样躺着。哇，你那个小腹太过分了，你。好惨哦。然后这第一个动作就是大概是这个部分。去你的。然后这样子抬起来，对，然后大概一个这个动作要大概做个大概100下，这样100下，100下，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动作是大概会训练到这边吧，然后这样子，哇，这个也很难，对，哎，我很想知道是上网查哪一个部分是，所以你想说 OK 哦，就是这跟你的骨盆操有什么特别关系？根本没有，你现在做的就是腹部核心的动作，对，是，做的就是核心的动作，所以我不用喊。其实他刚才做屁股那个是有一点点，但是跟骨盆的左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他刚才我用的是臀大肌的部分嘛。如果我今天跟你有一个互动的话，好，我今天跟你有一个互动，来，从下面，哇塞，慢，可以跟老公，对，这是一个动作，这也是跟这才是做到骨盆的部分，这是跟你刚才那个是完全核心的部分是不一样，了解，最 OK。那你们什么动作可以教我们所有的一起来动一动 ？OK， 我们下半身其实下半身当然不要太难，如果不要你很怕难也没有关系，可以往北走就不难了哈。来，不是，我们讲过很多次，每一组动作都有它一定的一些方法，但是动作不要难，那就要简单。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前弓后箭的下半身，前弓后箭，把脚跟踮起来，你的重心在前面，是轻松。你在家里每一个动作做30下。啊，右边左右边做30下。现在说我们现在是右脚，观众朋友，这时候你跟我方向是同边的，你的是左脚，30下来，1、2、3、4、5、6、7、8。脚底要摸吗？十中心，11、12，好像只有膝盖动而已。15、16、17、18、19，重心在前面。对，有人要蹦出来了。23、24、25、26、27，好热。28、29，换边。好，这就是股四头肌的动作。来，我们现在做个股四头跟股二头肌，所以说你必须要蹲下去，同时跟刚才一样，脚尖踮起来。观众朋友，刚刚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休息中间可以休息个20秒到30秒。好，再做一次第二个动作。好，很简单一个，并开并，然后开并开。哎呀，好，站起来。并开并的时候就直接下去，67，手给我，67 ，Go。并开并，然后开并开，继续。并开并 ，and 开并开 ，Touch by。并开并，我的开并开说。并开并说，开并开说。并开并，我的开并开。可是其实已经开始流汗了，对不对？已经开始流汗了，对不对？我们刚才的动作真的不难，就只有两个动作而已，一去重复它，一次完了，第二次换第二个，然后每天做3次，就是不同样的动作做3次，然后你跟着这样做就好。这个动作做8个8拍，1、2、3、4、5、6、7、8，并开并开并开，好不好？1天3次，一天三次，我就可以瘦成这个样子。哎，没有瘦成这个样子。但是还是要做其他的动作。我们这些动作呢，不要光只是光说不练，还是要跟着潘老师一起，好不好？好，谢谢老师，真的是很简单的动作，可是真的就会让我们有动到的感觉，而且其实是有喘的感觉，而且大腿很酸。简单的其实两个动作，但是你要在那个氛围里面要觉得很开心，对，然后你开心的时候还莫名其妙就流一身汗，对，这样就对。是我想问医师，像刚刚我们那个像潘老师刚刚教我们的动作，我发现很多都是脚尖都会垫起来，然后我之前是看到一个报道，就是想说，因为我在家里其实带宝宝没什么时间运动，我就会查有没有什么懒人运动法，我就看到有一个报道说，你如果每天垫脚尖走20步，其实可以达到瘦下半身。20步而已吗？对，他说因为我们这样垫起脚尖的时候，他那个就是你的脚的承受身体肌肉那个重量是4倍的重量，然后他说你这样垫脚尖走路啊，可以加速排你的那个血液跟淋巴的循环，哎呦，然后就可以让你的小腿啊、大腿的线条变得紧实。没有错，它会让你知道有运动，你就会紧实一点，这是一定的。但是你要小心的，如果你是一直垫脚尖，你知道代表什么？
代表你这块肉一直收缩嘛。对，对，那你要知道肌肉的特征就是用进废退，就是说你越用它越紧实，练它它会变粗壮。对对，如果说你这样一直蹬着的时候，它会从你上半身，对，会把小腿练粗，有这种摸腿。对，如果说哈，你们要练下半身，你要知道，其实像亚伦是你是模特儿嘛，对不对？有一个很有名的模特儿也是来我这边寻求帮助，他身高在172，那他的小腿很纤细。那我问他说你有没有运动，他说有。那我就想说，哇，那你为什么腿都不会变粗，对不对？你知道他很聪明，他说他呢，在家里啊，躺在客厅，然后看电视，他的腿是在空中这样踩着，哦，好辛苦哦，对不对？那他这个当下不会很累哦，可是踩了300下、500下会不会酸？会，但是因为没有撑他上半身的重，所以他不会把肌肉练大。可是会变紧实哦，对，所以他腿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你们要学这一招。了解，但是因为我们要内外调和，除了外在的运动，吃也很重要。对，怎么样是可以让我们的下盘的肥肉可以尽量离开我们？甜的东西大家都会知道，这个也会跟下盘肥大有关。可是因为这甜的东西太常见了，我们来看一下隐藏性的版本哦。隐藏性的版本在这边看到，就是我们从早餐到午餐，大家会到晚餐会看得到哦。因为有时候我会看到有些妈妈呢，他们在帮小朋友就是去这种连锁店早餐买的时候，他就会买个薯饼。我们来看一下薯饼里头，它其实都有所谓的淀粉。我们如果把它的淀粉换算成就是跟饭一样的话哦，那薯饼里头的热量是160卡，它大概就有半碗饭的热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薯饼感觉还是健康的嘛。可是因为不要忘记，薯饼它是一个就是淀粉也高，然后油脂也高，对。那如果说我用薯饼换成什么哦，就是现在有出一种小小的马铃薯，你们有没有看过？有，小颗的，薄薄的，对不对？那个热量非常的低，你看那一颗的热量才70卡，一样都是马铃薯，你要换算成怎么样？选择 DGI 的好淀粉这样子哦。然后另外还有，因为带皮跟不带皮的差异，是因为带皮的话，它有抗性淀粉，它比较不容易被吸收。哦，对，所以带皮吃很重要。对，带皮吃。那因为其实它的皮有些太粗了，咬不动。但是这个品种很不错，它真的小小的，对，小小的，对。好，那再来呢，就是松饼哦，松饼其实这个也会，这个三片松饼，你知道松饼就是一般那个大小，是对。那松饼呢，它就其实就有一碗饭的这个淀粉，对，但是你吃一碗饭你会很饱，可是三片松饼很多人都会觉得还是很空虚，对，而且我这个一碗淀粉还没有加上糖浆哦，糖浆还有旁边的冰淇淋汤，对，鲜奶油，巧克力都没有抹上去这样子哦，所以如果像这种的早餐哈，其实现在一样在超市就是说我们的便利商店都买得到哦，像地瓜现在有出真的有没有，对，都没有问题，而且这几家厂商他们的选的品种的皮也都可以连皮吃的下去，而且清爽，对，而且它本身地瓜就甜度就是甜的，你的松饼是不甜，你还要另外加糖，可是地瓜本身就是甜的哦。那再来呢，饭团就是那种传统的那个中式大饭，对，里面有油条，我喜欢有油条、萝卜、肉丝，还可以把你家的葱蛋握很大哦，热烈加卤蛋。现在觉得饿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饭团的热量，你看哦，是这里头最高600多卡，对，一个鸡腿便当也才600多卡，所以饭团你还没有配豆浆、米浆都还没有配哦。哎呦，那我们可以换成什么啊？就是其实连锁店也会有萝卜糕加蛋，对对，它相对热量就会怎么样，少非常的减一半的热量，一样都是淀粉，但是它的淀粉的量选一个萝卜糕配个蛋白质，热量就可以减半哦。好，那再来甜不辣。好，就是便当里头，或者说有时候我们要选菜色，很多人很喜欢吃甜不辣，可是提醒大家哦，4条的甜不辣就是半碗饭的热量，真的还假的？是鱼浆，对对对，就是这样小小的，你的手指一个手指大小的那个4条，对，你是一次吃了8条的，对，很多水当哎，而且我就跟他讲说，我不要萝卜跟猪血糕，全部换成甜不辣。然后接下来，你知道现在配菜里头有些会有南瓜，你知道吗？对，南瓜一小块，因为它不会太大块，因为便当盒放不下，才10卡。哇，一样都是淀粉，差很多，不能比，口感不一样，不能比好，但热量可以聊。好，对，可以。对，所以提醒大家，其实很多隐藏性的淀粉会在这些图表里头给大家参考，这样子。刚才像我自己个人啦，我对于什么骨盆啊、大腿，因为我不是很在意，我比较在意内在。
但是根据健康，肚子就真的不行，因为腰围 对，因为腰围的这脂肪是有可能真的跟一些疾病有关，对，所以其实生完小孩之后，我倒是觉得你会很在意自己的肚子，有啊，在意生完肚子超大，不要每个人都要把眼神扫在我这里好不好？很奇怪哦，而且Peggy，你会发现这一集呀、啊。有40%你讲话，40%我讲话，剩20%是专家。对啊，而且两个以前大哥说服力，以前大哥不是很爱 take 我，今天又一直停在我这里，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不是很喜欢。大哥这么热爱我，因为今天主题为了你做的，我受宠若惊。其实我也不能把任何事情都怪到我生小孩，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后原生的体质，本来就比较肉肉的，然后我本来生小孩之前就已经是个小妇人了，你知道吗？只是比较小。可是现在生完小孩之后啊，我就是我们小妇人一族的大头目。哎呀，大姐，因为我有一次我觉得很尴尬，就是我生完小孩之后我就有讲嘛，我都喜欢穿那种长版的帽 T， 我觉得那个穿起来刚好，因为瘦瘦的女生穿起来也是那个样子，有点肉肉的女生穿起来，哎，感觉好像也是因为衣服的关系就可以遮住自己。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刚好就是以前那种美妆部落客看我生小孩，就想说，哎，约我出来聚餐一下，圣诞节大家一起聚。然后我们就是聚餐完之后，大家就说，哎，楼下有一个很有名的面包店，我们一起下去买那个面包好不好？我就背着我女儿，然后跟大家一起挑啊挑，挑一挑，突然有一个老伯伯就这样一直站在我面前，这样一直看我，然后一直这样打量我，一直打量我，他就说，你几岁啊？你这么年轻你就生小孩？我靠！他讲很大声，当下整个人在面包店觉得很光荣，因为旁边那么多美妆部落客，他就说你很年轻，你还生小孩，立刻很骄傲，有没有？我说没有啦，我都30岁了什么的。娇嗔。然后又这样一直看，一直看啊。然后因为大家这样讲了，大家就会看，聚集目光都会看你嘛，整家店的人都在看。他下一秒很大声就说：“你怎么那么快就生第二个？”别人都还没有听到啊，第二句他就说你怎么那么快就又怀第二个，超级巧，因为我已经穿很宽遮住了，然后他还可以看着你，然后说你怎么怀了第二个，你就知道那时候我也很常遇到这种事情，我包括从大学就被人家让座之外，就坐公车让座之外，之前比较尴尬是在电梯里头，然后你又不能跑出去，就跟阿伯说，哎呦恭喜哦，我想说哎呦是恭喜，我想说哎得奖也是2年前的事，他恭喜我什么呢？他说恭喜你又怀孕了，这样，然后又要坐到九楼，我觉得好远的球，怎么那么远呢？周医师可以救救我们吗？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妈妈肚子一直胖起来？其实我常常讲说妈妈真的很伟大了哈，为什么？因为怀孕的时候肚子像吹气球一样吹大了，对不对？那你现在小孩子崩出去了。这个组织这个松怎么办？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子宫刚生完的时候，你知道还顶在肚子上面。对，就好像是第一胎生完来看你的人都会说啊，我还以为生完肚子就没了，瞬间。对，没有。后来那看那个刚第一胎生产妈妈，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不能问。对，谁进内胎小孩出了，因为他们没有生过人都觉得。生完就应该平了，可是你生完那个肚子还很大。其实生完的时候，那肚子还蛮沮丧，就说你哪位啊？对，通常大概要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它才慢慢回到我们的骨盆腔，所以需要一点时间。那所以这个时候，我都很建议你们，尽量这个时候塑身衣要尽量能穿，对对对，量力而为嘛，就是说皮肤不要痒、不要发炎的情况下，尽量能够穿就穿，这是第一个。啊，妈妈哈还会肚子大的话，啊，像你们一年了，可能有人肚子还是大，对不对？有两个问题。第二可能你有宿便的问题，哎呦，对，宿便也会让你肚子下腹会比较凸一点，没错，对，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如果有上厕所上的比较好，好像肚子就消了，对。那另外一个你们要去检查一下，有的人会有子宫肌瘤的问题，哦，对，子宫肌瘤也是，如果够大的话，大概6公分到8公分以上，它就会让你的下腹啊不容易消哦，对，你会哎怎么瘦都瘦不下。那如果说是你要像刚刚从你有提到嘛，就是说我们知道不管是男生女生啦，如果是内脏的脂肪堆积，你知道那个因为它直接分解的脂肪酸会跑到肝脏去，你知道吗？就造成肝脏的脂肪肝的问题。那如果肝脏都受不了了，跑哪里去？跑到全身的血液循环去。那如果说你一直有那么多的油，你知道吗？你的血液当中，你的脂肪一直很高，代表什么？代表你全身60兆个细胞都会泡在油水当中，哎，泡久以后，你那个细胞的细胞膜都变性了，你知道吗？然后你的免疫系统就把它当成外来的细胞，然后就开始攻打它，所以你们女生就产生红斑性狼疮啊，一些免疫的问题啊，硬皮症的问题，对，自体免疫就失常，就是这样造成的。好，然后还有像男生会有高血压、心血管啊、中风这些问题就产生，所以千万不要让肚子啊一直维持这样很凸啊，有很多的状态。现在不光是妈妈，其实爸爸也是一样，对，在肚子任何方面其实都是一样。就很多人其实习惯性吃饭，有一些动作他会这样，他会趴在桌上，
他习惯已经趴在桌上，那你肚子就很容易就挤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知道我们有以前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裤腰带就是吃很大的泡泡泡，对对对，不然他就想把它折下来，尤其吃到饱的餐厅，对，吃到他就这样对，很舒服嘛，然后就三个人就放到这个位置，然后就觉得很舒服。你完蛋了，我跟你说犯大忌，这肚子就很容易出来，就是真的很容易出来。以前我刚生完的时候啊，其实我小孩才2650克，然后我生完之后，可是你知道我身上我胖了15公斤，几乎身上还有10公斤在身上，都在肚子这里。然后你知道我大概2-3个月我就复出主持嘛，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很急着想要赶快瘦肚子。那我就在网络上面看到人家说，就是擦瘦身霜，然后再涂那个就是在包那个保鲜膜，大家都听过有这种说法。而且我查竟然还有人说真的有燃脂的作用，所以我就异想天开，我想说好，那我就以最天然的食材来说，你知道在网络上常常看到就是什么辣椒的，有含辣椒生姜，所以我就去买辣椒啊生姜，然后打成汁。你是自己做？对，我就想说我在家里试试看，对，然后我就开始，然后你知道如果你自己有切过辣椒你就知道其实有睡不着觉，真的好也没有，就明明那么烧，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其实现在医学上研究这种啊外敷的东西，有像辣椒啦，或者用涂姜的那种，心理作用而已。对，哦、那你那个辣椒觉得很热，它不是燃烧脂肪的热啊，它是因为辣椒素刺激到皮肤的热，这样的话那种痛觉加上一个热觉造成的。但是有的瘦身霜哦，它不是完全没有效果，有些瘦身霜可能会有一点点效。但是它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它要有有效能够帮助脂肪分解的成分，就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有效成分要能够到达它目标区，目标区就是脂肪嘛。像崇林他跟我们都是学医的，我们都知道那个解剖学哦，你知道皮肤本身哦蛮厚的哦，那要进到皮肤下方，还要进到脂肪，其实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你知道吗？我常讲说，我们举台湾的这个地图做例子哦，假设脂肪在高雄，皮肤在台北，你在台北这边抹这个什么瘦身霜什么，你知道吗？顶多到新竹而已啦，看到吗？要到台中都很难哎，还要到高雄哎，你知不知道这意思吗？瘦身霜很贵，对啊，对，所以才要用一般的，容易都是，所以还是哦多运动，然后热量控制才是比较重要的。对，就是生病啊，然后导致我的眼睛视神经发炎，然后那时候就住院，很就是严重到住3天医院这样子，然后就是回医，就是妈妈那时候也很担心，就是一直把我进补啊，什么都给我吃这样，然后我都照吃，然后出院还要吃类固醇的药，哎呀，所以就是那时候一个星期我就胖了超多，而且就是胖肚子，网友就分享说，哎。莲藕可以那个帮就是利尿的效果，然后可以消脂肪，对，所以我就是只要我妈妈有带，我就说，哎，妈妈你可以帮我去市场买那个莲藕吗？然后帮我做成那个莲藕汁，打成汁，然后里面加蜂蜜，那个味道会更好喝，就是不会那么难喝。然后像我如果平常啊，就是出门没有妈妈在的时候，我就会带那个莲藕粉，然后可以直接泡来喝。然后我真的就是喝完的时候，我还会在家里摇呼啦圈半个小时，然后就实施了2个月，我真的肚子变很平坦了。哎呦，对啊，有效，开始订莲藕粉。对，你刚才分2个莲藕嘛，一个是莲藕粉嘛，一个就是莲藕那个整个莲藕，对不对？如果是整个莲藕，其实有可行，因为其实莲藕它其实就像刚才说的马铃薯，它带着皮，然后因为莲藕本身带着肉这样子哦，它的纤维高，然后抗性淀粉也高，所以它可能会让你有饱足感，比较不容易饿，这是抗性淀粉的好处，对。好，但是如果它变成莲藕粉，它就是直接被吸收。但是因为其实莲藕粉有时候就是看你用的量啦。如果你什么都不吃，你就3汤匙的莲藕粉，它其实热量最多也就大概就150卡，所以它一定能够减肥。所以跟你的用量是有相关的这样子。那佳姐讲到这里，什么也不吃，怎么办得到？邱医生，那刚刚讲到那个类固醇很容易耶，我之前吃也是月亮里犀牛煎。我刚刚就想问嘉欣说，你后来视神经炎好的时候，是不是有停掉类固醇的，对不对？对，有停掉类固醇。对，所以我就想说，你那个瘦下来是因为你停掉类固醇的关系吗？对，那我们怎么让它代谢掉那些类固醇？对，那心灵你有提到那个类固醇的副作用，你们看过类固醇的副作用吗？有，就是月亮脸嘛，脸会肿起来，然后水牛肩这边变厚嘛，对不对？还有中广型的肚子很胖，对不对？有啦，我承认我吃类固醇。没有，不是，真的啦，我真的。
的之前大概吃了一两年，因为喉咙长茧的关系，是真的，是真的。那这种肥胖要怎么减呢？第一句话嘛，一定要把类固醇停掉嘛。是，就好像一个车子，它引擎现在是上档，一直往前冲，你要怎么把它往后退？第一个一定要把引擎关掉啊，不然这引擎一直往前带嘛，对不对？第二个要放空档，然后再往后推嘛，这样车子才能往后，你才能瘦嘛，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就是要停类固醇，然后停掉以后，就像你这样，哎，运动啦，对不对？饮食控制就是这样。所以运动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对。哎呀，还是我一个朋友叫做黄小龙，他有个贝贝，从小跟到大，他30，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啊，我们都想说要给小朋友很多安抚杯或安抚玩具，可最后发现他好像不能没有他，哎，是啊，甚至那个贝贝拿去洗，他都觉得哇没有味道，然后就开始大哭。他跟你们姐妹聚会也会带着吗？没有，他出国，他出国都要带。对，像我们很多妈妈也找我，也是类似的问题，说小孩那个。那个有的时候不是一条小手帕，是一整床棉被，然后从来都不洗，会不会就是它过敏就一直不好？如果已经造成健康的危害，那我们当然就要处理它。那像你刚刚举的例子，有些小孩他只是一个小手巾，或者他根本没有过敏啊，所以他只要稍微，比如说酒精喷一喷，或者是稍微洗一洗、水洗，他可以接受，因为他们都喜欢那个味道。对，如果没有健康危害，真的啦，你那戴个30年也真没关系，好不好？但是如果真的已经有健康危害，那我们只好要跟孩子讲一讲，就说啊，这个东西我知道你很爱，可是因为啊种种原因，所以我们还是洗一洗好不好？好，那你可能就是买两个一模一样，因为他不可能一天没有嘛，所以买两个一模一样的，那可能就可以交换，那让他换到另外一床的时候，另外一个可以拿去好好的杀菌洗一洗，这样子，对。那只是让大家了解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坏东西，它可以让你孩子在紧张的时候有一个出口，其实是好事。哎呦，了解。减完重以后会遇到的状况大概会有三个状况，我常看到的第一个状况就是因为你减重了，但是你荷尔蒙开始不对了，所以有些人就是就不来了。对，好，那我们刚才说肚重其实跟固肾有关，是跟荷尔蒙调整有关。好，那再来呢，有些人减重完以后他就发现他便秘了。 对，就是他瘦了，但是小腹就开始变大了。好，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说过黑豆好像他这个都有帮助，还有这个普洱都有帮助肠胃道的蠕动，所以他其实对于这个排便啊，就是说是有帮助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有些人瘦了，可能他摄取的不均衡，所以他会造成他的肤色可能暗沉，或者说可能就是缺乏了一些好的氧化物。好，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都有非常多的氧化物质啊，所以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也好，就是皮肤也会比较好这样。那刚才有讲到100毫升只有7.5毫克的咖啡因，我们人一天大概是几毫克是比较 OK 的？对，其实应该这样说哈，就是说在减重上哦，其实这个咖啡因是有帮助的，不管是咖啡好或是茶，但是呢，我们的安全剂量是300，但是人哈，很多人只要100以后，他就会开始有心悸、手抖，然后甚至还有失眠的现象。对，因为每个人对咖啡因的敏感性不同，对，所以那这个、那如果说你是属于像这样族群的人，你又希望能够在维持好体态上，能够有得到咖啡因的帮助，那你这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这样子低咖啡因的选择。对，所以我们营养师要不要再跟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你们这个消肚子的肥肉我们该怎么吃比较好？好，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有时候是大家觉得很简单，感觉很安全哦。锅贴、水饺，好，常常有人跟我说，营养师，我知道锅贴很油，但是提醒大家，水饺也是一个非常高油脂的饮食哦。我发现都是里头有包肉馅的东西，对，因为它的包肉馅有，它大部分都是肥肉居多哦。可是好好吃，对，自己包水饺，对，所以那相对呢，就是说，真的，如果有一些东西是高蛋白，它真的，比如说在你们运动前后可以搭配的哦，是一些就是蛋白质高、脂肪少、比较不会增加肚子的脂肪哦。有什么呢？好，无糖的豆浆或低糖的豆浆，或是毛豆，或是茶叶蛋，就是说便利商店都有很多的茶叶蛋可以选择。好，或者是假设你可以中午故意多买一个鸡腿。因为有时候自助餐嘛，你可以多买个鸡腿。你下午的点心，或是你要运动前后的点心，你可以用鸡腿代替你的点心。真不赖耶！有一个比较是人可以吃的食物，鸡腿还不错。好，但是呢，现在最重要的是潘老师要来了，他花我们钱花一
分钟，一分钟就可以让我们瘦到停不下来，可能吗？没有，当然没有，不能这样说嘛。一分钟，你的人生当中也不会只有那一分钟的时间，对不对？一两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妈妈很忙。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说，其实你看，所有的医生也好，邱医生也好，医生也好，都会告诉大家，比如说你怎么吃，怎么样做，但是还是要配合运动。对，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今天潘老师就要带大家玩一个心肺功能好之外，还可以训练刚才今天我们的主题下半身的大腿屁股问题。对，好不好？ OK， 好，来，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吧。那佩婷，你俩跟倩倩一起来，好不好？好的，来，今天的动作很简单，请你跟着潘老师简单的动一下。但是我先把动作交给你，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下腹，也就是所谓的腹部核心的部分，那个下半身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肌力训练，跟我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好，我们这个动作常常会这样做，对不对？拜拜。好，我们做一个前后。后前前后后，然后前后前后，放松，放松，好，放松，对，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主要是让大家可以看一下，待会我们会做这样的动作，当然可以就做，不能不要勉强，不能的话你就在原地前前后后，前后前后，你真的跟妈妈在有怀孕的不要做，基本上怀孕的不要跳前，那我先休息，又怀孕了。好，就让大家量力而为，好不好？很简单的，我们只要做个一分钟就好了哈，一分到一分半钟这样，好不好？好。最后一个动作最难。好。最后一个动作很难，就是走、跳、走、跳，这样会不会？会。这样也会，我们要去 go and 走、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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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跳，很好，哎，这样大家都会，对不对？对。好的，音乐来的时候，我们就照实要你慢慢的来。好吧，现在已经流汗了。对，你已经开始流汗了。好，刚开始而已，好不好？老师 ，music please。五六，手给我，走，跳 ，Here we go。准备好了没有？好了。OK， 蹲下来，退后，来，后前前后后前前后后前前后后，很好，再一个后后前前，跟着节拍再一次，忍耐一下哦，还有十秒钟，然后再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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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加快。我去换边再一次，哎，乱七八糟，后面再一次，很好，对不对？敲一次，拍光腿，打拍子，再手上再一次，哎呀，好，给手给我，手给我，手换手换手，很好，双手弄姿，请面带微笑，给我一个尖叫声，哇，什么 ？OK， 跑跑跳，跑跑跳，跑跑跳，跑跑跳。再一次，再一次，你会动，很好。然后最后一个手跳，手跳，手跳，跳起来，跳起来，乱跳，乱跳，你会动。Come on， 最后一个啊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再有五秒，三，二，摆个 pose。就教了很多瘦小腹的方法，然后呢，配合我们的饮食，大家就可以美丽又漂亮，妈妈肥都不见了。谢谢大家，记得帮忙妈妈好像粉丝团回答问题，就可以得到精美的奖品，我们动起来。我们都教小朋友说啊，就是吃完东西要马上去刷牙啊之类的，可是好像有些东西不能这样做，对不对？你是说很多江湖上传言碳酸饮料，对，或汽水，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每次如果吃完那种桃子啊，就是那种比较脆的桃子，或者是凤梨，我马上去刷牙，那个酸到不行哎。那是你本来牙齿的问题。那可是是不是啊？就真的很多碳酸饮料。我曾经问过牙医师，他不置可否，因为我想。我们态度都是一样的，那个碳酸饮料里面不是因为它只是酸，
留在我们的珐琅质上，会破坏我们珐琅质，所以你刷会把我们珐琅质刷掉。就算它存在好了，嗯，其实最大的危害还是里面的糖。哦，所以你不管，你也不要想说我到底是喝完可乐汽水马上刷牙，还是说我要等三十分钟刷牙。其实光喝可乐这件事情，就已经把你扣了好几分了，对你的牙齿健康就不好。嗯，所以那时候牙医师也跟我说，那折中嘛，如果你今天真的来不及，你已经喝了，那你又想到说，糟糕，我现在刷牙是会把我珐琅质刷掉，那你可以先漱口。哦，对，然后你就先漱口之后你还是得刷，因为那个糖还是会粘在你的口腔里面，所以你还是得这个三十分钟后还是要好好把这个糖刷掉这样。那像有些譬如说是胃食道逆流或者是孕吐啊，其实嘴巴里就很酸，那时候也可以刷牙。对，也是一样，就先漱口。哦，把它东西先冲淡一点点，我们再来刷就对了。对，然后再来刷。了解。